下。然后，可以的，可。啊好，可以，一个竖钩哎，那就辛苦了。千年好了，千年啊。这个方也这个又个钩不行。不是不行，可以，你们回去啊，就你发现这些字哦，都像这个是下间竖，啊，这个是平挑，就是我们说的啊右尖横，你都可以拿来写，其实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，这个每一个字的国字你都认识，只是说你要有当下对现在你有帮助的啊、哦。所以老师给你的字没有很困难，铅呐啊，铅，这个短左撇，啊、哦，千年。年，横画，所以你要把这些笔画呢，都有点熟悉。这就是你们可以学习的垂路，这个啊，那比较这个困难的是俊啊，俊老师给你们啊，当然这个字是困难的。这个最长，再从这个地方过来，圆形的。这样，这里一个好像一个墙壁，啊，要把它完成。逆时针，出细细出，这样，它的曲路要完成。啊，还有刚刚的这个什么？叫什么字？土，是不是？泥土的土。嗯，都很直接的。然后，士农工商的士。啊，还有什么？王是吧？立好的，立刻的立。然后再来就是像，五六五。六，啊，然后呢？不要的不啊，不要可以，王也可以不要的不，哎，王也可以，对，对，王也我可以。写王啊，王，另外就不要的不。对，这个上面虽然这里尖，可其实是细到粗。第二个呢是粗到细，啊，这个啊是厚厚的，啊，还有刚刚不要的布，不要的布，我们用覆，就是让它盖下来，啊，然后撇。
就是右点，大讲右点。